信阳市位于甘肃省东部黄河中下游地区，这里是天下黄土第一源，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，素有陇东粮仓的美称。信阳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北窟十四规模宏大，皮影戏独具特色，信阳香包更是驰名遐迩。据《黄帝内经》中记载，医始祖岐伯曾携药袋来防疫驱瘟禁蛇毒，陇原巧手们把这药袋进行加工，兼具立体造型和平面刺绣，内部填充丝棉和草药香料，是端午节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装饰品，寄托了人们去邪纳福的祝愿。陇原巧手们将历史文化、创意时尚与非遗技艺相结合，赋予了传统手工艺新的生机。小小药袋，凝聚千年，信阳智慧，邀您共赏。